来，来，来，讲一个，讲一个，这是安怎经营啦？来，无这嘛无啥物经营啦，这就算讲伊本来这墙要围起来啦，嗯，啊围起来就唔丢啦，嗯，唔丢会都会知道里面的脏乱，而且这是一个本来就是我们台北市的公园，嗯嗯、哦，虽然是社会局的，可是也是公园，嗯，啊就是不能把它围起来嘛，嗯嗯嗯。嗯对，就我就要求说啊，你要封的话就封房子，然后这个就开放给我们，所以才会把它拆掉，拆掉以后里面才会整理，嗯，是这样，啊，整理好不是很开阔很好，嗯，那你是说他原来这个这里啊，这里啊，原来这个。然后这围起来围到这么多哈、哦？对啊，这个地方有颜色啊。哦，哦，是是是。哦，对对对对。延伸到那边。哦，这都有啊，这都有痕迹哈。就这块铁片呐、啊，就那么高的铁片呐、啊哦。哦，这边还有一个铁片留着。对啊，就这么高啊。哎、嗯，这么高的铁片围着，哎。他在把这里的铁片拿到里面。封房子哦，拿到里面去，就把房子封起来了。原来房子没有封吗？原来没有封。哦，原来房子没有封。封外面。哦，安妮。吃饱了。哎，吃饱了，你吃饱了。吃饱了。哦。来。所以这是你跟啊。延伸到那边。哦，所以整个都是用铁片把它围起来了。然后您就住在对面，对然后你发现这个有很多大蜘蛛这么大都跑到我家去了。哦，这样。我认为这边有的那个垃圾，因为有铁片挡住，是是，有的人就是讨小便宜嘛，是就把垃圾这样一丢一丢，这样。是，所以我这一块就是开放给我们做工。哦，所以还好哈。就至少有人扫，有人整理。是是是。是不是这样？虽然公园不是很老的公园。是是是。看起来就不错。对，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棵榕树的气根都可能当时都弄断了嘛哈，就。没有这个下来打到这个，哎，因为要这样，其他都很自然。是是是。而且它延伸到那边，你看。啊、哦。榕树很少说，人生那么长的。对对对，哦，这个实在，这棵树一定很老了啊。而且坐这里很凉快。嗯，是，现在这整理的很漂亮了啊，这里面看过去。是，可以的。哎，差强人意啊。这个青山福德公园很久了嘛，哈。要四十年。哦，有四十年。哎，民国六十四年11月，哦，那时候就有了这个公园，盖好了，然后他就介绍嘛，青山福德公园是青年人为服务社会，啊、哦，培养，看不太清楚了哈。培养领导能力的世界性民间组织了哈、哦，说这个青商会了哈、哦，然后台北市国际青年商会为了响应政府消除脏乱、美化社区环境啊，的运动哈、啊，提供市民休憩娱乐的场所，于民国64年7月与中广公司合办杨小沛钢琴独奏会，将筹得的款项。啊，旧宫新建本公园于本年11月落成使用。啊，青商会会长王明顺先生，中华民国64年11月，嗯，这样。对，这是他自己的介绍这个。是是是，哦，那时候盛况一定盛况空前。那时候你在吗？你已经在哦。那时候我在当兵。是是是。啊，所以您当然以前公园不是这样，它是后之后
然后十几年前还有再改一次，才改这样。本来不是，本来不是这样。请问一下，你这次出来选里长哈、哦，有什么证件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吗？我总共有九条证件。是。就是第一条，就是里民所属的各项福利补助款项、哦。嗯。成立监督委员会。嗯哼哼。哦，就监督这个福利补助款项，并全面开放，我们里民共同参与与监督，好，这是第一个啦。第二个，成立守望相助队，救难救灾分组。这本来就有里民服务队、哦，不是大家每一个里都有吗？我们这里没有、啊。而且他第一届选的时候，他有说要成立守望相助，成立以前不是守望相助队，以前叫巡守队，可是他都没有成立，做了两任了。啊、这个没关系啦，我讲我的证件啊。第三个，增设我们，增加我们这个里面的停车，啊，最好是免费停车的啊。这个我们里长能做的，我们都会可以做得到。第四点就我们里面活动中心啊，就让安亲，所谓安亲就是你要有的家长要上班。结果小孩子小学生或者4-5点才下班啊，才下课，然后家长事先跟我们讲一声，我们可以啊安亲班的车子或者小学生来直接到我们里办公室活动中心来，我们会帮他看顾好，然后可能家长下班才会安心嘛，再带回家。然后第五点就是，我们会侦测紧急通报系统。所谓紧急通报系统，就是家里有长辈在嘛，因为现在是老年人比较多，就是长辈在，然后有请会用的也好，外用的也好，或者自己一个人在家，如果有什么状况，我们跟他连线。哦，里长跟他连线了、哦。对，所谓连线就是说有什么状况，按个电。那个店里或者打的电话，我们就马上去处理。那这要很多钱呢？这不要，因为我儿子是在做消防工作。哦。他这个不要什么钱。哦。就我们可以把一些这个区公所补助的款项，我们来做这个事情。哦。就是说啊，我一上班，我家里剩下父母亲在，而且年纪有70-80岁。啊。如果有什么状况。我也是里办公室跟他做个连线，我上班就比较安心的啦。哦，是这样，这是比较实际一点，比较实在一点。这个好像是创举哎。对，就这是我的证件。嗯。啊，这个是第五条嘛。嗯。然后第六条就是增设我们这个 LED 灯。嗯。比如说我们这个小巷子很多。嗯。然后从那边出来，你地上会跟那个。太阳能的 LED 灯，晚上会亮，暗的时候它会侦测到，它会亮。你要出来了之后，哎，这边路口，车会慢一点。嗯，这个侦测这个路面的 LED 灯，这政府也会补助啊？当然，我们所讲的都政府补助。哦哦，所以我们可以去争取这个。里长那里有办法做的，我们都要做。嗯。一起来召开我们里面的那个工作会议，啊，集我们里面的这个意见啊，这个认为里面好的，我们都会吸收，都会看要怎么做。然后我们最主要一点就是，啊，黑箱作业。所谓黑箱作业说，你先报上去，然后再那个不行。所以你希望说形成共识了以后再来处理，不能说你里长个人的意见，然后就说啊，这是里民讲的，这个都不行。所以你会有那个会议记录，是不是？对，当然要有会议记录，还有人数，这个我们都会。那你开会在哪里开啊？我们这里办公处啊。
你办公室就那么一个小地方，你怎么找人？我知道找三十平。哦，三十平可以放多少里民上去开会啊？原则上至少100个以上。哦，三十平可以坐100个人。哦，一定有，是这样。现在很少人有三十平的。对，那所以说我们要找，我们找里内的。哦。里内。啊，这真上吊呢。哎，不会，因为政府原则上政府会补助3万块。哦。3万块里面，超过3万块就是我们自己要去找。嗯。这个是也是小钱呐、啊。是，比如说啊，如果租3万5的话，我里长个人来负责5000块嘛，对不对？所以空间会比较大哈。如果租2万5的话，就是报2万5嘛。嗯。是这样。然后第八年就召开我们这个林口街瘫痪协商会议。所谓协商会议，就是说，因为他有早上的市场，晚上的夜市，然后大部分都是停车问题嘛。所以说有人瘫痪，他是在白线以内，啊，现在是说白线以内可以摆瘫痪嘛，啊，当然是合法，可是已经协商说白线以内可以。这主要是交通问题，就有人停机车。比如说，我是来这边买东西，然后我就啊，反正我买个1分钟我就走，就机车就随便停嘛，然后下去买，然后制造这个车子的那个流量，有时候会跟人家发生口角啊，什么都会，就是我们要办个林口街这个瘫痪跟居民的协商，当然也有噪音问题啊，就是有人。菜市场，你看，立即菜市场呀，怎么那么吵、啊？事实上，菜市场也是很吵，就差。不过他们可以，就尽量跟他们协商一下。基本如果他太吵，我们就不要，就是要跟他们吵。啊，晚上这个也是一样，快热场了，你要跟他讲说灯光问题啊，哦，你要太晚了，对，客厅一个灯，霓虹灯在那边也是。叫他10点或者10点半以后关掉，啊，有烟问题，几点以后我们就不要再吵了。那还有一个，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喝酒的人讲话都很大声，会吵，尽量会吵，喝酒晚上尽量在屋子里面，不要靠马路。啊，你当老板。9点就是我们全面哦，这个里民监督，你刚才讲广慈这个一部分，我们也要监督啊。当然，我们最主要是说赶快改，一定要赶快改，你不能再等。然后这是我们包括了什么大南里、大道里、双坡里。哦，还有双龙里，还有庄心里，这边的里长大家，哦，看了，他们里面有里面的这个意见，当然大少数人要服从大多数。如果说每个人都有意见，都开说明会，因为里面有意见呢、啊，就盖不起来，这也不行，要赶快盖。不是说你讲的就对，我讲的不对，是大。大部分的里民赞同，就是赶快盖，不要因为少部分人不盖，或者说有什么意见，就没办法。我们这一条巷子里面，大部分说啊，你这个马路进来往这边不要，不可能，因为我们那边都是房子啊，不可能往那边拓宽了、啊。你政府你就尽量往这边。其实这一条巷子也很大。你说树不能移，树当然可以。树为什么不能移？你是不是中间有什么利益关系或什么？你都替建设公司讲话，不行。该怎样就怎样。你不能说等图画好了、怎么标好了，你在那边什么说明会？你事先就要说明会，因为你决定的事情，你这样就是。
你再怎样，人家也是由反对而生的。如果说啊，少数几个人反对，大部分都要赞成赶快改，那你就真的是民主社会，少数人不装多数的，就是要这样子。这、就是我总共九条，这当然还会再增加了，还没有想到的啦。有想到的，我们当然也是一样。我们斟酌啊，对我们人类要好的努力，我们都会听，都会斟酌，就是。好，谢谢你，谢谢你接受我的访问。因为现在就是选举期间嘛，就是我们都很公平在选举，不会说人家抹黑啊，跟他讲一些都没有，这些都没有意义。如果跟他讲人家不好的话，就等于讲我们自己不好。请问你的那个是什么党啊？我是无党无派。哦。哎，无党无派。看我说我是国民党。对呀、啊。我其实这种人家都那个啊，事实上都蓝色的啊。绿色的来的话，人家说我是民进党，哎，是这样。当然我们要。当里长都要有资源啊，什么党都要跟他结识，对不对？你不能说啊，只负责一个党或者某一个事业而已，你其他要找人家帮忙，人家不甩你。我讲这样，你懂吗？好，就跟他们搞个人际关系啊，处理好见面三分情嘛。我说啊，某某议员啊，不管绿的或蓝的，啊、某某议员，我是后来啊，啊，我是后来立定啊，我改名立的立定。有事情要你清早的，别麻烦你啊，找我们里面做就好。你要不用考虑，好，马上处理。哦，所以说不分党派，是吗？所以有党派还比较麻烦哈、哦。比较绑手绑脚。哎、欸。比如说我是国民党，那我请民进党帮忙，因为他里面有很多那个啊、参与的那个力量，有的是。那个管理警政的，有个是管理拆除的，哦，这个都不一样，啊，还有交通的，哦，这个都不一样的，啊，某个人对警政比较内行，啊，他在管的，你就请他帮忙，还、啊、有的猎人的对警政的他不懂，哦，所以说我们每个人啊，全方位的啦，就你愿意跟我。我做朋友，我就跟班啊做朋友，然后都一样，不是局限在某个一年。OK。这样比较好做事。是的。因为我们最后也是为黎明活动，哎，黎明服务。嗯。这次我自己这一次做要参选，这个当然是我的理想，我的政见。好的。不好意思啊。好，谢谢你，谢谢。